朕就封你为县主，封号山羊。民女君九龄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此番青山别院智斗成功，堪比战事大胜，此乃国之大幸，你立了头功，朕要重重的赏你。民女不敢居功，此番智斗成功全因天时地利人和。首先陛下厚德载物，感动上苍，此乃天时。青山别院地形空旷，便于分区智斗，此乃地利。同时又有诸多大夫和愿意以身试斗的士子相助，此乃人和。过谦了，智斗之法乃你所创，当举首功。楚让多疑，此番若我没有任何要求，定会引起他的猜忌。陛下谬赞了，其实民女确实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还望陛下成全。哦，有什么请求说说看，朕定当满足你。民女不爱财，但若此番陛下能赐予封号，也算是告慰祖宗历代行医之恒心。大胆，你一个小小的医女竟要什么封号？陛下仁德，你以为你智斗有方就可以肆无忌惮提出各种要求吗？是民女唐突了，望陛下治罪。皇爱卿不必动怒，朕倒觉得这个君大夫的请求理所应当。朕就封你为县主，封号山羊。嗯，民女君九龄谢陛下隆恩。君大夫，你现在已经不是民女了。臣女山羊县主谢陛下隆恩。Ha ha ha ha.